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放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外界看傻，中共军队准备加入俄乌战争？医生，川普右耳修复手术复杂。川普在自创社媒“青铺”。中共发起全国性突袭，约一亿中国人蒙难。德媒，中共砸钱贿赂德国教授，获取军事技术。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七月二十一号，星期天。向大家报告，在本视频结尾，我们会介绍副频道每天最新内容，请大家多多支持、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让我们的亲朋获得真实资讯，在乱世中自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外界看傻，中共军队准备加入俄乌战争。山东号出海之际。 中共空军在台海大规模出动，模拟配合演练。台湾军方公布，七月九号早六时至十日，七月十号早六时至七月十一号早六时，共军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近日，知名军事评论员沈周在大纪元发文说：“趁美军航母离开，中共试图在台海搞出点动静，也有其他动作。中共舰队再次穿越了日本岛屿间的狭窄海峡，中共驱逐舰还远赴百令海。” 并进入美国阿留申群岛附近的专属经济区。七月十五号至十七号，中俄共七艘舰艇在南海进行联合演习。七月八号到十九号，中共和白俄罗斯的陆军联合地点距离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只有几公里，即于北约边界只有几公里。外界怀疑中共军队是否准备加入俄乌战场。 沈周说，北约峰会声明强烈针对中共。北约与美国、印太盟友的合作正在加深。英国、德国、法国等战机频繁参加印太地区演习，中共自乱阵脚，陷入了新的战略困境。日本二零二四年度防卫白皮书透露。 中共火箭军的东风二十一导弹锐减，东风二十六和东风十七导弹的增加尚难补足缺口，这意味着中共常规中程导弹库存不足，近期恐没有能力在台海开战。沈周说，中共大规模政治整训，三中全会后，中共高层在北戴河或许还有进一步的内斗，恐无暇顾及攻台行动。 中国各地水灾不断，中共军队士兵更多在摆拍式救援，大规模调动实际难以进行。美军此次有充分的理由调整战备级别，航母开始大挪移。中共军队再虚张声势，也掩盖不住实质的虚弱。<noise> 医生，川普右耳修复手术复杂，川普在自创社媒亲谱。整形医生表示。 前总统川普遭受枪击后，若手术修补的话，费用可能高达一万元。《星岛日报》引述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川普右耳顶端的三分之一受损。在加州比华利山执业的整形外科医生达斯表示。 根据他进行数百次耳朵手术后的经验，适用于川普的修复手术比较复杂。整个程序正式名称为螺旋推进皮瓣，费用可能达到一万元，开刀时间则需一到两小时。ZYS e 文章称，曾于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担任白宫医生的杰克森表示，上周暗杀未遂事件在川普右耳造成两公分宽的枪伤，所幸伤口已经开始愈合。 杰克森在备忘录中写道：“子弹经过相差不到四分之一时，零点六三五公分就会进入他的头部，击中了他右耳的顶部。”杰克森表示，自己事发当晚飞到新泽西州探望川普，接下来就一直投入治疗工作。川普在自创社交媒体真实社群公布的这份备忘录写道：“肿胀情况已经消退，伤口开始增生肉芽，愈合良好。” 杰克森写道：“伤口还有一些出血，而得用绷带包扎，不过不需要进行缝合。”川普在宾州巴特勒医院接受治疗时，医生也对他的头部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杰克森说，他将接受进一步评估，包括根据需要而进行综合听力检查。 他曾对川普健康挂保证而声名大噪，因为他于二零一八年盛赞川普的伟大基因，并且宣称：“我告诉过总统，如果他在未来二十年例行更健康饮食，他可能活到两百岁。”中共发起全国性突袭，约一亿中国人蒙难。七月二十号，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约两千人在曼哈顿华埠举行盛大游行。 呼吁结束中国共产党长达二十五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声援四点三三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沿路受到居民游客的支持。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号凌晨，中共发起全国性行动，突袭法轮功学员的家，并进行非法逮捕。当时估计有一亿中国人修炼法轮功，这是一种以真善忍为指导，并有五套功法的修炼法门。 迄今，中共这场迫害还在持续，已导致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拘留、酷刑、骚扰和火灾器官。二十五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揭露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及本质，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的认识。今天，纽约大游行分两大方阵：第一方阵为“法轮大法好”，第二方阵为“停止迫害法轮功”。 游行队伍从雾街南行，林则徐广场东行，东百老汇大街过曼哈顿桥左转北行，爱丽治街到达公园右转喜事大街。德媒：中共砸钱贿赂德国教授获取军事技术。日前，德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当局的勾结与交易被曝光。 德国著名调查媒体 Corrective 的一篇文章，来自亚琛的闪闪发光的教授称，经过长期系统的调查，发现亚琛工业大学的某些教授们掌握着大量资金，数亿欧元通过所谓的第三方基金，从国家赞助商和工业界流向该大学。然而，大学的管理层并不了解教授谈判的所有资金流向。 雅琛工业大学是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是德国最大的理工大学，也是欧洲著名的顶尖理工大学。雅琛工业大学被认为是德国获得第三方资金最多的大学之一。技术学院的教授每年筹集数亿欧元，平均而言，每位教授筹集到约九十三万两千欧元的第三方资金流向了该大学。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的教授生意尤其大。据调查。 如今，至少有二十一名来自亚琛工业大学机械和电气工程学院的教授经营着一家或多家公司。据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缺乏监管，教授们从其有限责任公司赚到的钱远远多于最终流向大学的钱。而中共国是许多财力特别雄厚的第三方资金捐助方的所在地。亚琛工业大学的许多教授则更进一步，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教授公司。 与中国公司做生意，数百万美元从中国流向研究项目，其中一些直接来自中共各部委。今年四月，联邦宪法保护局副局长斯南塞伦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次会议上，向企业家明确表示，必须假设每一个中国企业和每一个研究机构都受到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今天副频道内容是习近平中风疑云。 专家批央视造假，闭幕影片另有三点蹊跷。美国和北约误判，致乌克兰炮弹短缺，俄罗斯战场占优。微软系统全球大宕机，四大重点一次看。三中全会，习近平暗示将有第四任期。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有副频道的图标，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副频道订阅和赞助链接。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祝您周末愉快，再会。